好，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全明星任务。今天要出场的人呢，昨天已经预告过了，接受挑战的是我们的歌手胡夏。他真的要像他歌里唱的那样去赴他最重要的约，他要和一个小粉丝一起挑战 pop 热舞。是的，在昨天的节目中呢，我们有看到这个小粉丝跟他在一起跳的时候，感觉这个胡夏的这个节奏好像还是需要踩准一点比较好，因为这个一不小心呢，很可能这个热舞就变成扭秧歌了。民族风。我们今天来到了一个舞蹈房，大家可以看到今天胡夏将要接受一个有关于街舞的挑战，当然还有一位特别来宾哦，他会是谁呢？这次任务的神秘来宾就是来自房山一所希望小学的三年级学生王春潇。Hello， 胡夏。Hello， 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我是那个中国平安希望小学街上行动的那个项目负责人，华府乡那边希望小学有个同学，是是是，叫王春潇。王春潇，他有一个小小的心愿，是，就是说想和你一起来学一下这个街舞。我们今天的挑战嘉宾胡夏，其实酷爱舞蹈且领悟力强，所以这次我们也是找到了曾经和胡夏合作过的国内知名舞蹈团体。SDT 舞团的田野老师担任他此次任务的导师。说到今日胡夏和王春潇要跳的街舞 LA， 就是融合了爵士舞和 Hip Hop 的精髓。他们的基础暂且不说，认真的态度我们胡夏和王春潇可都不在话下。老师，我的底子比他还差。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通过摸底测试，田野老师发现两人的水平和他预想的还是有所差距。胡夏和王春潇真的可以将他教授的 LA 舞步完整的消化吗？六七，哎，怎么做？Hello， 各位好，在我身后就是20位幸运的观众来到现场，来为胡夏还有小朋友来加油了。各位有没有信心？有没有？有。贴背后，你往后面贴。挑了半天啊。我们的导师，大家在一起，哇，这个团队，耶！所以我们导师20分拿到了，所以88分，哇，恭喜挑战成功！